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11月12日的英文新闻。我们今天要看三篇，第一篇要看的是企鹅的新闻。An Antarctic penguin has traversed 3,000 kilometers of icy waters to find himself far from home and on new and puzzling shores, the southeastern coastline of New Zealand. 好，一只南极的 Antarctic 是南极的形容词 Antarctica 是南极名词。好，那这只企鹅是从南极来的 has traversed traversed 就是表示穿越，好，旅行的意思，这边是现在完成式，表示它已经完成做成了这个动作。做什么样的动作呢？它穿越了3000公里的冰水。好，那南极越往南边的水就是很冷，可能结冰这样子。好，那这个穿越了之后，结果发现他自己怎么样 ？Far from home， 哦，离家很远。然后在哪里呢 ？And on new and puzzling shore， 在一个新的又令他感到困惑的海岸。这个海岸是什么海岸呢？是东南海岸，在纽西兰的东南海岸这样子。好，那这边 southeastern 注意一下，英文我的那个东南西北啊，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跟中文刚好是相反的。比方说西北，好，我们就要先说 northwest 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说西北，他们说北西，这里稍微注意一下。好，那这3000公里大概是在哪里呢？这个就是南极洲。好，这里是纽西兰，所以它这个有好远，然后找不到家，好，游那么远啊！这个是澳洲，这个是台湾，这样子。好 ，is only the third recorded instance of a live Adelie penguin, a species that makes its home on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making it to New Zealand. Its arrival is a reminder of the threats the birds face.From warming waters, increased competition over food supplies, and changed habitats. 好，这个呢是有记录 recorded 的，就是记录，有记录以来的第三个例子。好，什么样子的例子呢 ？Of a live， 一只活生生的，因为有时候游过去的时候可能变成。知道的尸体在岸边飘过去了，这样子。好，这是活生生的阿德利的企鹅。好，阿德利的企鹅是怎么样的企鹅呢？他这边注解一下 ，a species。好 ，species 的话就是种类、物种。好，那这个字呢，为什么有 s 呢？因为它单复数同形，所以你前面有一个2，后面还是要有 s。好，这个物种是怎么样呢？这里后面一个形容词子句修饰这个物种。好 makes its home on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好，他的家是在南极半岛。好，南极为什么叫半岛？我也不知道，这样子叫半啊，这很大，南极洲真的好大。好，南极半岛，他们家就在那里。好 ，making it to New Zealand， 然后就是有成功的抵达纽西兰，这是第三个例子，这样子。好，那这个抵达是谁抵达？是 penguin， 所以它是一个分词片语修饰的，这个是这个 penguin 这样子。It's arrival， 它的抵达 ，arrival 是名词 ，arrive 是动词。It's a reminder， 这是一个提醒。好，什么样的提醒呢 ？Of threats。好，这里的话，英文真的是很喜欢有听。之前杰西讲英文很喜欢举三个例子，所以他们要讲例子的时候通常就是怎么样就把它抽到三个，这是固定的用法。好，教科书上没有教，可是你看多句子你就会自己发现。好，这个威胁怎么样，这个威胁后面有个形容词子句在边，这些鸟类，好，企鹅也是鸟类面临的，好，什么样呢？ warming water， 就是越来越温暖的水了，因为水很热，所以他们就要往别的地方跑，这个好奇怪哦。应该是南极比较冷啊，他可能跑错地方了。好，再来呢，他面临的威胁还有什么呢 ？Increased competition， 增加的竞争 ，over food supplies， 好，就是食物的供给的。就是食物供给增加的竞争，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很多生物可能死掉了，就是太热它就活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可以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所以
竞争就越来越多，就增加的竞争。And change habitats， 还有改变的 habitat 就是一个栖息地。好，栖息地改变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在那边住下去，他们就要迁移这样子。好，那也是这样子，所以他才可能跑那么远。好，我们再把它看一次，然后我们看单字。An Antarctic penguin has traversed 3,000 kilometers of icy waters to find himself far from home and on new and puzzling shores, the southeastern coastline of New Zealand. It's only the third recorded instance of a live adelie penguin, a species that makes its home on the Antarctic Peninsula.Making it to New Zealand. Its arrival is a reminder of the threats the birds face from warming waters, increased competition over food supplies, and changed habitats. 好，这是 The Guardian 的新闻。来，我们看一下。讲话会热耶，我昨天讲着讲着突然就热起来，需要脱外套了。好，第一个 Antarctic 形容词南极的。好，第二个 Traverse 好，就是动词穿越。第三个 puzzling 形容词，令人感到困惑的。那我感到很困惑，我就会说 I'm puzzled。好 ，ed 形容词跟 ing 形容词注意一下。第四个 shore 就是海岸河岸。第二个 coastline 海岸线。六个 peninsula 好，我觉得我这字念的蛮烂的。对不起，这字跟我很不熟。它是名词，叫做半岛的意思。Peninsula， 哦 ，pen 不对 ，peninsula， 但是听的时候 ，OK，Anyway，、okay, 它是 peninsula。好，不觉得不清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听一下字典里面的。好，最后一个 habitat， 栖息地。好。就没办法，这个为什么不把它念？我刚刚已经念过很多次了，可是还是念不好，然后没有办法，就麻烦大家自己去看了。好，对不起。来，第二个是奥地利的新闻。好，之前大家有看到，只要有跟姐姐一起看前面的新闻的话，就会有发现，就是，哎，那个美国的话，政府就是把那些不肯打疫苗的人，就叫他们停职停薪了。就不准来上班了，这样子。那奥地利呢？好 ，Austria 跟 Australia 要分清楚。Austria 是奥地利 ，Australia 是澳洲。好 ，Austria is set to place millions of people not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in lockdown in a matter of days, as infection soared to record high and intensive care units face an increasing strain.欧洲现在好像是目前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好，最近欧洲的疫情很严重，所以奥地利他们就决定怎么做了呢？他们打算开始 place 这边有放置 plan， 他本来是地方，对不对？在那边当动词，好，放置，也不是放置，就让什么怎么样的意思啦。好，让数百万的人，好，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好，这样子我不知道，没有看过这样的分词构句啊，也不是没有啦，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子句的片语。好，没有 who were not fully vaccinated， 没有完全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人。好，什么叫 fully vaccinated？ 就是至少打两剂，所以完全都没有打的人也要。打一剂的人也要做什么呢 ？In lockdown， 好 ，place them in lockdown， 就是要封城，让他们不能出。应该他没有，我看的新闻他没有写很详细的方式，怎么样的封城法？好，然后我在想，应该是看接种记录吧。没有接种记录的人，你可能就不能出门，不能干嘛，不能去什么地方这样子。好 ，in a matter of days， 就在几天之内。As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infection 就是感染 ，store 就是。高升 to record heights， 好到记录的高 ，an intensive care unit， 好，这个就是 ICU， 我们常一般讲的 ICU 就是加护病房 ，face an increasing strain， 好，就面临一个增加的压力，好，有看到是说他们就跟其实美国之前也是一样，就是接种疫苗意愿越低的地方，好。
新冠肺炎感染的人数就越多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他们是除了另外一个国家，我忘记了，除了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之外，全欧洲接种率最低的地方，只有65%这样子。好，所以他们就要这样做。Austria is set to place millions of people not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in lockdown in a matter of days, as infections soar to record highs and intensive care units face an increasing strain. 好，台湾真的就是比较没有不想接种的疫苗，大家都很爱惜自己。好，我第一个 set to 片语就是开始打算要怎么做了。好，第二个 lockdown， 好 lockdown 到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是封城名词。第三个 soar， 好，讲到什么东西数字数据好大量上升的时候，剧增的时候就用 soar 这个字。好，第四个 intensive care unit， 好 intensive 就是比较密集的密集的那种的 care 是照顾 unit 的就是一个单位这样子，所以就是病房。那这边 ICU 就是好像全球都通用，都是加护病房的意思。第五个 strain， 好 strain 就是名词压力，好加注在什么上的压力。最后一个大家可能不想看啊，就看一下下啦，你还是要知道一下这个要讲的是什么呢。欸，他们不知道怎么念，欸，COP26 还是 COP26， 好，这个就是2021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哦，这个我有去研究了一下，它这个是 Conference of Parties。好啊，这个 COP2627 就是每一年，今年好像是第26届这样子。好，总之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好， world leaders will have to return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next year with improved plans to cut greenhouse gases because the proposed targets agreed at the COP26 summit are too weak to prevent disastrous levels of global heating. The three architect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have warned. 好，这也是 The Guardian 的新闻。World leader 就一定要知道，就是世界的领袖。好，他们之前好在澳洲的哪里才开完？不是在澳洲啦，在欧洲下面开什么会 ？G20 吗？然后后来就飞上去，这是在苏格兰的 Glasgow 的样子。好，那这世界的领袖呢，将 have to 就是必须。好 ，return to 回到什么地方的 the negotiating table。个协商的桌子，好 ，next year 明年，所以用未来，好，未来应该讲，好，回到这个桌子还要带着什么东西呢 ？With improved plans， 好，这个 improved 这边当形容词，修饰计划、改善、加强过的计划，来 cut 就是减少，减少什么呢 ？Greenhouse gases， 好，温室气体。为什么呢 ？Because the proposed target， 我这边他都一直用这个形容词 ，OK， 就是动词的地上它当形容词来修饰名词。好 ，proposed 的话就是你提出来的、提议的这个目标 target。好，这个目标是怎么样呢？好，这一个又是一个分词片语，我觉得其实英文有时候真的蛮难看懂的，尤其写得太复杂的时候，像这样子。好，这个 agreed 的话就是 which were agreed， 好，被同意，就同意，就是这里这个 target。好，到这边分词片语到这边。好，这个是在这个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 summit 啊 ，summit 就是高峰会上同意的是太弱了，好，而不能预防，好 ，too 知道吗？太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太弱了，就是不足够，所以不足够来预防这个 disastrous， 好 ，disastrous 就是灾难性的，好，灾难性的程度，什么样的程度呢 ？Global heating， 好，温室气候。全球那个热化不是这个热化，好，就是变热的这个热，暖化的意思啦。哦，他写热，我就把它改成热，又写错了。好，
那这边的话呢，这个是谁说的呢？ The three architect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好，这个三个 architects 不是建筑家吗？我觉得是建筑家，可是气候变迁为什么会跑出建筑家？所以你就是去找，你看到单字在这个句子里面意思不合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找。好，这是创办者的意思。好，缔造者，创办者的意思。好，什么缔造者呢？ Paris Agreement。 好，那个巴黎契约，巴黎合约，就是之前不是有巴黎的在开在巴黎那个气候变迁 的计划，然后在之前不是还有在开在京都，有没有京都计划、巴黎计划 Have one， 就是这三个人警告这样子。因为我后来就看了下面那个三个人，就是什么什么 diplomats， 就是外交官啊，就是什么，就是比较大的 title， 一定不是建筑师。所以当你看到句子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再看一次。 World leaders will have to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next year with improved plans to cut greenhouse gases because the proposed targets agreed at the COP26 summit are too weak to prevent disastrous levels of global heating. The three architect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have warned. 好，这其实一直都在讲，但是只是我没有提而已，想说最后他们都已经完毕了，讲一下。哦，第一个 negotiate 就是一定要知道，叫做动词协商 negotiation。 好，去掉 ion 就是名词。 greenhouse gas 就是温室气体。第三个 propose 动词提议。第四个 summit 我看到很多次，就是名词高峰会。第五个 disastrous 就是形容词灾难性的。好，它的名词比较常见，叫做 disaster， D-I-S-A-S-T-E-R。 所以一个 architect、不是建筑师，在这边它本身建筑师比较常见啊，但这边指的是缔造者、创办者这样的意思。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收看杰西的新闻。喜欢的话欢迎按赞，杰西有脸书 Blog 跟 YouTube 频道，欢迎订阅追踪分享，下次见了，拜拜。